说吧，什么事儿？你们这是干什么呀？站起来说话啊！不听我们说话，不站起来。你们要是不站起来，我可就走了。哎，英子。 英子，我们错了。银行让我们俩作证，说你参与了刘明的贷款，我们知错了，向你道歉。啊，这次出来知道刘明上了追逃名单，我们更后悔了。啊，我们俩想，你能不能？ 跟警察说一声，就说你报案报错了，让警察把案子给撤了。我报假案，然后警察来抓我是吗？不是，这个刘明呢，知道他上了追逃名单，整天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，他后悔死了呀。他想啊，马上赶回来亲自向你道歉，他知错了，你能不能？ 饶过他这一回，啊！看在两位老人的份上，啊！刘明在我这儿已经死了。当你们向警方作伪证，告诉他们是我和刘明一起去骗贷款的时候，你们想过今天会求我原谅吗？哎，英子，今天就算我求你啊！ 看着我们就这一个儿子的份上，我父母就两个孩子是吗？你们还有别的事儿吗？没有我就走了，给你们点个饭，吃完了就回去。罗英子，我都求你了，你还要害我儿子吗？啊！我不会放过你的。<笑>